怎么办呢？白痴啊，怎么可能能练歌啊？我们对宪哥是真的是非常敬重，对，打从心里面的尊敬他。像我父亲一样。你上次提的那个，我觉得露露提一个非常好。我觉得他提那个，等于是有点对我是有一种职场性骚扰。你讲，我不敢，你要提什么？你想就跟宪哥说，就先传讯跟他说，宪哥，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汉姐让我怀孕了。职场性骚扰。为什么呢？我说，因为他老婆病犯，戒了，老婆病犯，不然啊，就那个，我们讨论的那一个，好不好？可是我们两个之中要有一个人做，有一个我还不知道是谁啊，真的。输的人去就一把剪刀石头布，加。我以为是逸翔哎，哦，执行。好，当然不是，上我跟宪哥主持喽。耶，来吧，弄走一个是一个。汉姐加油，不成功变前人。你是希望他不用回来了吧？对，我希望只有我跟宪哥主持大人们。里面你看到什么都不会觉得奇怪。对对对。神经病，完全没有反应，被嘲笑，被嘲笑，惊叹有多快，你知道吗？好久不见哈。看不到什么东西啊，来，那冲进去了啦！啊，没有啊，我就进来穿衣服啊。这个被吓到，你打开吗？现在不是，真的被吓到，太好笑了！你要不要进来跟着我换衣服？阿弥陀佛，你那个基督徒连阿弥陀佛都出来了。我觉得这种成功哎。哇，那宪哥会不会生气？应该还好。他现在脸看起来蛮不开心的。他是吓到。有没有吓到那个心脏？哎呀，我上次胆子大了。还在吓，瘫在那里，腿软。帮我叫个那个救护车，我去三重。回去没失去，你好放弃哦。对，整个婚怎么办？已经跑掉了。录这一集前，我有一个月没有录到热门，第一次来就给他这么大的一个 shock。半火半火，不是很怕说，因为现在一气之下怒提离职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哦。不是，哪有风箱，那是你呀。对，而且那时候很紧张的是怎么样？就宪哥马上要回来，因为他回家吃饭。他们有跟我讲说那个 timing， 经过一楼之后，是我的那个风箱就要掉。刚好哦，对对。然后掉下去之后，然后那个会有人就旁边阿丁，他会播放，他播放说，哎，吴宗宪先生，赶快遮脸，你没有听到这一段吗？没听到，完全没听到，完全没反应，没有啊。对啊，太像实验文了，就觉得这可能是要录那个什么型男大主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拿食材来或什么？但你不知道里面是蜜蜂吗？没有，就知道这一定是这样子的嘛。但是摄影棚里面什么怪东西都会有嘛。可是那个蜜蜂打翻，你不会觉得啊，好像会有虫叮你吗？不会吗？不会啊，他因为他没有，他至少他自己会叫啊，比如我干嘛会叫，他都没叫。不是因为我如果蜜蜂，我这声音太明显，你看就被啊蜜蜂。太尖锐尖了，蜜蜂。那个如花，那个我是真的吓死。哎，至少两个成功一个吧。有中一个啊，对不对？不，这算失败啊。怎么会？如花那个成功吧。来，各位，汉典失败，惩罚什么？臭高主场。来，你们没有说这一趴。我怎么会臭的？你们是这样整我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搞了半天是要整我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他脸都太烂了，真的，不要接点，突然上好险，我有在哦，点一点就好，点一点，要放在上巴上，没有点放，真的，你放上巴是什么？上巴。
在一直在哎、欸、那个什么什么湿纸巾男孩，这是在找他的点吧？各位失败的后果的家里哈。